两杯赛，今天我要来玩的是雷米杯，还有一个大赚金币啊、大赚奖牌活动。那我自己私下先打了这个挑战，以及早上有冲榜了。早上冲榜这两个，这两个关卡，黛西公主游轮跟慢慢关海角害我浪费一大堆时间，难的要死啊！啊，这个我有自己私下打了一关，所以少了一个，得了几分我不记得了。然后明天就是打这两个杯赛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抽金管。然后明天因为还有大赚金币活动，不然会落在哪一个杯赛，所以明天可能是两杯赛，就是重叠的情况下，也有可能是三杯赛，就是落在前面的地方之后。那我们就先来得金币，这金币我已经全送了，所以直接来得一得，全部吃掉。上一次的记录怎么现在才完成？那上一次我长得什么样子啊？第五名，笑死！啊，不是第五名啊，前五了。那一直上升之后啊，突然降下来，因为就那些奇怪的东西嘛，就那个奇怪的关卡害了我。妈的，吞食花滑到 X 正好是我擅长的赛道，正好是我喜欢的赛道。妈的，在骗啊，在骗啊！在骗妹，在骗妹，这太阳被打爆。黛西公主游轮啊！如果想看原本的关卡样，原本的那个第一关的话，就是前面那个我之前发的影片去那边看的。大致上大概就是。三大香蕉，OK， 结束。这就是速度。啊，打了两个人而已啊，80块。哇，直接给他买下来。这个金管到底是什么？给他抽起来，抽起来。很好，新的花香伞，很棒很棒。藏宝图。藏宝图系的滑翔伞啊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应该是没用啊。就既然是藏宝图，应该是黛西啊，不对啊，应该是那种瓦利欧之船这一种的。这个不用看了。
啊，都没用，好，都没用就不用看了，继续跑。库巴城堡是吧？城堡陀螺？啊，不对，不是这颗。想丢我的一门，好傻，无用，打墙壁，拜拜，惊险啊！结束。我怎么看到有人关？欸、有人名字叫做新加坡技术赛道是谁？3000分，新纪录了3000分，80块钱，轻松了。把这些票就买了，好像也没什么用，目前是用不到。慢慢归海角。Here we go。开始。差点吃香蕉哦！麻了，真的麻了。
靠腰，靠腰，不要打我。哦哟，完美！这个狂热组合也不错。好，现在只要把第一名夺回来就没问题了。啊，还是失败，再多打你一下，靠腰没中。大概防御结束比赛，那这样我没办法打他了，就必须延后攻击，然后就失败了。哇，有只 X， 谁家防御层那么臭？谁家放屁声太重了？谁的车子违法了？到前面去布置一下，轻松结束比赛。轻松达标。好像明天就能结束，五十万了。破坏道具箱，破坏道具箱啊！用前进的装置，多棒！很好，没有漏吃啊。
完美没有肉吃。那我今天就玩到这边了，明天要把剩下杯赛打完，应该可以解锁，很好，解锁，只要一张就能解锁啊，增进了原来的原本的一张啊，原本的需要五张结冰一张啊，爽啊爽啊，这就是蜜服装，这就是大量收集蜜服装的好处啊。很好，分数轻松取得啊，那我就玩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